很多时候我们只会说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，男人们也一样，只有懒男人没有丑男人，你们说的对吗？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安格林。大家这个时候每天都在外面奔波劳碌，为了赚钱养家，往往都忽略了自己的木嘎。今天呢，安格林就介绍大家如何保养自己的木嘎，那就是木嘎产品帮你焕肤养颜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叫你去焕肤打针然后整形。很多人都会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，一样的男人也一样，没有丑男人只有懒男人。所以呢，安格林今天就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步骤，让你容光焕发。今天安格林呢，介绍大家一组简单的配套，只有四种，那就是木卡的产品。它的肌肤往往都受到外面的空气污染跟环境还有灰尘，变成了我们的肤色暗淡无光。所以呢，今天安格林呢，就介绍大家这个木卡美白乳，让你洗得亮亮的，亮晶晶。木卡采用了韩国最顶级的美肤科技，适合每一个皮肤素质的朋友。洗完脸过后，当然是我们还要用个木卡焕肤美白爽肤水。美白爽肤水让你的肌肤恢复亮丽有弹性。啊，美白焕肤精华液，它采用了最先进的韩国护肤技术，它含有维生素 B 和 C， 细微的水分子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容易吸收。每天在太阳底下活动，要抵抗那恶毒的太阳，当然少不了木卡焕肤美白日霜 SPF 30。 它拥有天然活性成分，当然可以抵抗我们的紫外线，它可以防水防汗，同时还可以护肤保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木卡焕肤美白晚霜名副其实，当然是在晚上用了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天气炎热，我们每天都开着冷气来吹，变成我们的皮肤干燥，容易衰老。卡焕肤美白晚霜能够帮助你的肌肤从内到外透亮，在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不只是要 kita jaga kita juga mau jaga muka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安格林呢将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。